我现在已经到根特车站了啊，刚才他们火车上又被检票了，但是我还是决定下来一趟。我现在发现呢，这个检票的人呢是非常针对老外，因为我那一节车厢是一等车厢，我进错车厢了，然后呢那一车的人大概有7个人左右吧，就检我一个，因为我是个老外，一来人家比划，哎，你那个票呢？哎呀，这事儿让我很不开心。但是我现在本来是觉得，如果说他检我票的话，我就不去根特了。但是现在想一想啊，还是应该过来看一看。他要再检我一回票，到时候再说。我就说我下错了。啊，这个地方非常漂亮，现在11点多啊，从这面看正好，你看这个位置。